金泰兄弟们，瞧瞧八百一碗的面。嗯，准备两份，十份。哇，那玩意儿7万呀、啊，这个灯。兄弟们，我们之前在莆田吃过600多一碗的面，还记得不？是。今天在南京发现还有一个800多一碗的面，哎、带你们看看怎么回事啊！走走，咱这就是面是吧？我看见咱这儿有那个800多一碗的面是吧？菠萝面是468。哦，468，哦，最便宜是298，就没有那种10块的、15的那种的啊。想啥来？来都来了啊，等一个。啊，468，地方给人的感觉还挺高端的啊，但是它这个信息差有误。我之前在网上看的是800多一碗，但是过来之后发现是400多一碗，嗯，因为可能是卖不要降价了。毕竟普通老百姓谁天天吃400多一碗的面，是不是？我瞧，怎么了？看什么？这个台灯7万，特别厉害，远点啊！江团河豚鱼面，哦，好的，哦，可以免费续啊？对对对，哦。可以续的啊！哦，你先续吧。准备2份，10份，298一碗的面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最便宜的。这块鱼皮看起来很有名堂啊，它那个口感贼怪异，知道吗？不知道是鱼鳞没刮净还是怎么着，就像你吃一个猪肘子，上面那个毛没剃净，有点辣嘴，知道吗？兄弟们，这就是今儿重头戏啊，498的面，妈呀，这么贵的虾都吃了啊！来个广告啊！所以手机先挪走，你瞅你这么磕碜，都碎个屁了，放我这儿东西影响龙虾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擀面条，人家送鱼两肚汤，你就那个面汤怎么就来一碗？五，我的，你像我们平常就自助餐吃的那个火龙冻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吃起来就特别的弹，来点酱。五，我闻着挺香的。哇，火焰和骨汤喝完汤那一锅，我跟你说这个面啊，跟咱楼下食物台那个简直一毛一样。但它这个虾酱，它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厨师自己做的，虾肉吃起来很紧实。当然，它这个面能卖这么贵，肯定不是面值钱了，值钱的东西在这儿呢。哇。这是真的是吃得到的鲜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鱼肯定是活鱼，首先我可以很确定整个鱼是特别弹的，鱼两下子，哎呦，这香才是第一品，那么香吗？你看那个是你这么废话，你给点一碗，省得到时候大家说我抠搜的自己吃龙虾面，要给我加一碗这个面。哇，这肉，嗯嗯，哎呀，这肉嗯，真棒！哎呀，这我的菜了！好嘞，感觉我的身份。嗯，那个价格表，那是那个台灯吗？对，那玩意儿7万呀、啊，那个灯。啊？把灯拿走吧，要不然再待会儿说不清了，碎了。给先生吧。再加一本啊，录第3个了啊！你这今天饭量可以啊！那400多一碗，我不就多录点吗？真的是。嗯，哎呦，这太能造了，洒洒水了。嗯，看一下今天的战绩啊，4、5、6、7、8，还有前面那2个，我10个，你几个？5个，还行。老弟儿今天也争气了啊，5个，老弟儿也5个，不管中。你看咱吃面吃多少钱？1234，这个我感觉是真正的奢侈品啊！没错，它不同于你的饰品、你的包包、表，它这个东西吃完，你一个小时以后它就出丝。什么出丝呢？这是啊，都懂啊。嗯，所以说不管东西怎么样，没错，今儿好歹是被这个7万块钱台灯发射出来的光芒照耀了一把啊！是呀，就这么地了，干干地。哎呦啊！哎呀，来货了，这才叫吃小龙虾！我跟你说，明天再来嘛，明天还有。什么玩意儿？明天。盯着我炫完，监工的来看着他把他炫完。监工还来？不是，咱就说能不能换一下？但是我得说一下，我今儿不是来吃肉的。啊，小龙虾，有吗？有。小龙虾，先给我来200个凤尾虾，就这个没壳那个虾，先来100个。那个浪子来200个。对啊，200个。别的不吃啊？不吃。
丢了啥？啊，造个孽呢。先开开胃呗。对啊。哇！想吃小龙虾之前胃怎么办？找个自助餐。你实惠一点。吃多少个？五十。好嘞。肉要不要再来两份？因为虾可能稍微等一下味儿。我不吃，我不减肥。走你走你，很香啊！冬阴功的，一边先来五十个。老规矩，先敬咱锁上岛的兄弟们，感谢兄弟们支持，走你。欢迎。哎呦哇！这是多少个？这是60-30。看是你的表演，丢腿！但老板，我真的很好奇啊，为什么我们在外边吃一份龙虾198，你这200多一位随便吃？你这个真的能保本吗？你这上来就是直接叫我诸葛亮干，是厉害事儿。哇塞！我先垫吧垫吧，你俩先拖着。我得劲儿不得劲儿？对，还得整个小造型。别的才艺不会，咱就会一个才艺。下。好味儿啊！哇，好家好家！我的这个有啥用？你都去吃饭。哇，这个虾真的好吃。一镜到底啊！哇，好家好家！我为啥发现你说话老闭着眼，吃饭眼睛睁得蛮大的？你是睁眼说瞎话？哎呀，这一大口，超级过瘾，好嘞！哎呦喂，老板，你天天在店里边啊，跟着一块忙。对，事实证明，运动减肥燃病了。歇半天了，歇半天了，歇着。要不来盘肉吧？那来盘肉吧。好嘞，根本放不下。哎，好嘞。星期五穿完牙齿都没了，牙齿我这忍了，昨天还真。哇，太棒了！哎，这个属于辣卤还是冰鲜？这是辣卤。那个冰鲜也太好吃了，我靠！没事，明天再来吧，明天还有。妈。虾上完了吗？泡完了。去。再来二只。啊。够不够？应该是够了。小姐，再加200只。脑壳肉，该说不说还是肉香，我跟你说，不加人过度啊，吃肉才是归宿。哎呀，来换了，哇，哎呦，这盘得劲儿，这才叫吃小龙虾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前提是你得花本，还要给雇个剥虾的先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哦，懂您了，哎呦。这是盯着我炫完，监工的来，饭都在把它炫完，监工，辛苦半个小时嘞。老板看馋了，这老弟真羡慕我，来一口。啊，就来一口。打不过他我就加入他。老板也来凑一口。见着啊，这个见着餐吃爽了啊，就是老板的话有点受不了了。受得了吗？也得受啊。又是个豹子亲。七七七七七，下次来尽量应该给我们打个招呼。欢迎你，那就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啊，嘎嘎地。